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饭，从凌晨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吃到夜晚，做梦都会想要那个外卖、那个菜单。最爱我的便利店老板，春天去富士晒菜、樱花寿司、章鱼丸，夏天去土耳其的烤肉店吃苦辣拌，秋天的巴黎浪漫，冬天的上海小店，想陪你吃遍全世界的浪漫。我只想多吃一点。